有人能逃出这里，因为没有人知道我的名字，他们就只能永远被困在我的房间里陪我。这是唯一一条通往我最重要的地方的路，只有通过这里，你们才能灭了我，你们才能回去。完了，摁吧。这是哪 ？Oh my god！ 我真不敢去了，这什么？这是？好现代了，震惊！哇！哎，到半个小时了吧？走，咱得去摁那什么去。他总是只留下电话号码。对，我想你没？对。再见，再见，78，69，一共78，60是怎么来的？走了，那桃也别救了，他是谁呀？他不值得我们俩。我要攀岩，这个好累，快走啊！干嘛去呀？哇，怎么这么吓人？大老师，我有点震慑不住了。故事要从这开始了。而且桃仔，你们能救我出去吗？